除了是有事瞒着我们，雨浩，你看到什么？云罗高级魂导师学院果然朕猜得出，那个四皇魂师实现了一传奇的壮举。对手是云罗高级魂导师学院，你们先回酒店，观察对手，有我一个人就足够了。我给你这个机会，第一场，你上。 好强，几乎没有消耗魂力就轻易淘汰了对方。